哇，米粉，啊、米粉，哦，米粉汤，鸭肉米粉汤，哦。豪姐跟阿汉很像，有什么想法？就没什么想法，觉得他很可爱啦。就是跟我像的人其实蛮多的。快要解除隔离，其实还有七天，大概昨天跟前天是真的很难熬，难熬到就是心情不佳，四点多半夜起来自己在哭，就想女儿。突然今天好像好一点吧，我觉得窗外有阳光都好一点，因为有些朋友他隔离的地方是没有窗户的，有果蝇，不好意思。午安吃饱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不敢拿我吃的东西，我觉得我拿出来我会哭。为什么会哭呢？因为 我的朋友们看到我在丢，然后就纷纷的，我的朋友 Joy， 他看到我发那个文，其实很多朋友跟邻居都有来要关心我，然后他就请人送了。我的朋友怕我吃不好，他送烤鸭来的。我怎么会流泪呢？是洋葱，我加了洋葱。有人说就是隔离到中间，就是情绪会崩溃，真的要崩溃。好累，我不是哭我女儿，我是哭烤鸭。我看到你们的自由，我觉得非常的想念我的自由。吓我一跳，我刚刚以为我流鼻血，你看我挖完鼻鼻子变这样。I'm sorry， 是万豪的那个 M。我本来觉得十四天没什么。我上次隔离是跟女儿，然后我们有熬过来，但那个时候是因为在家隔离就还好。你知道我们有多会安排时间吗？我已经是出去带可以开画展，而且书也在写了。爸爸这还有 一盒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哇，米粉，米粉，哦，米粉汤，鸭肉米粉汤，哦，米粉。